Hello， 今天吃的都是广式茶点陶陶居，虾饺跟烧麦。这个好好吃，猪猪宝。这个超级软烂，一抿就脱骨了。这个是芝士糯米鸡，
我感觉加上这个芝士有点怪怪的，吃不太习惯。我比较喜欢传统的糯米鸡，比如全家还有711的糯米鸡都超好吃的。我感觉这样子加一些汁奶酪反而有点画蛇添足。那我今天就吃到这里了。